咁多张啊？呢边唔该，呢边。哎呀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一年大家的愿望，圣诞节也好，有新年也好，生日也好，就是这个疫情快过去。我今年的生日就是希望这以后没有疫情，没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病啊，什么灾难啊。